帮帮我！是，我们都在帮。截止到现在呢，我们所有人都在努力帮你，我们的警察同志，我们的志愿者。但是呢，你的儿子，我们很遗憾，暂时还没有找到他，因为确实线索也太少了。你也知道那时候他太小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放心，我们没有放弃。虽然我们今天暂时没有找到孩子，但是我们在电视上播出。如果儿子能看到，哪怕他知道他来采血，所以特别的对不起你，第一道伤疤我们暂时没有太帮到你，但是晶晶，我们更加的努力在帮你找家找妈妈，所以我先请你来看两张照片。你有印象吗？这是我老家亲生父母家吗？能认出这个大门吗？院子挺大的。快30年了，这是在河南登封，在老家，我们的志愿者帮你找到你的家了。你心心念的妈妈，快30年了，每天也都在找你。我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。你来亲自问问他们过得好不好。请帮我们打开大门，我们看看晶晶的妈妈，还有晶晶的小姨。妈！妈！走走走走！妈妈，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。好了，好了，来，我们扶妈妈过去坐下，坐下。妈妈说一下，女儿今年多大了？1980年4月40日，这是小时候的衣服吗？走的时候穿，上衣也穿走了。上次他上要兄弟裤子，都给我留着呀。你走时候穿，哇，那时候那衣服。当时女儿丢了以后，你们是怎么知道的？当时我看到爸爸在街上卖鱼，那是大年28，上午那是早饭，他小姨给他做的早饭。我家还有一个儿子，那时候5个月，他那时候4岁半，提着一个黑色的袋，让他提着去送饭，不知道到哪。不，快中午的时候，他小姨抱着我那个儿子去喂奶的，说还小眼的呀。我说不知道啊，他是在家的。他说来送饭了。那时候才知道孩子不见了，那都几个小时了。你知道，我们全家就开始遭黑。今天家里面谁陪你过来的？我老公带两个儿子。有请晶晶的这个家人。哎呦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哎呦，没事没事没事嘛，没事嘛没事嘛。帮助我照顾女儿。哎呀，找你找你那是没事没事啊。你找你。别哭。哎呀，姥姥猜猜，哪个是哥哥，哪个是弟弟？你看看，这个是。你看看。这个是老大。这个老大，对，给老大孩子扶呀，啊，呀，这个是小的，啊啊，扶啊，爸爸爸爸，这个胖了，爸爸是吧？婆婆亲戚，啊，没错，对对对，对。晶晶，现在心情是怎样的？我很开心，以后继续寻找孩子，
要全家团圆。他这个案子啊，是一个典型的拐卖儿童案件。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联手进行调查，争取啊把那个人贩子找到啊，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。他这个买主是比较坏的啊，这个一个是打他，虐待他，另外呢怕他以后考上大学之后找亲生父母，小学就让他辍学了，故意让他辍学，也是应该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。带着你的一家人，也带着你满满的幸福回家，我们相信你心口的那一个缺，我们所有人愿意帮你补上，一定圆你的最圆满的梦。行，谢谢，好吗？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加油。离家二十载，晶晶心里的一处伤疤终于抚平了，家找到了。我们相信在更多好心人的帮助下，这个积极向上的女孩寻找儿子的心愿也一定会早日达成。有喜庆金世缘，有缘就喝金世缘。欢迎大家收看由金世缘酒业独家冠名播出的《等着我》。收看节目的同时，欢迎您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来关注《等着我》官方的微信公众号，让我们一起携手爱心寻人。如果您有寻人需求，欢迎您登录“宝贝回家”寻子网，或者是通过联系《等着我》官方 QQ 接待群的方式来进行报名登记。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。大家好，我来自河南省社稷县，我名字叫张慧。啊，我现在在广州居住。今年是张慧从河南到广州打拼的第十八年，从只身南下到在广州立足，再到如今的为人妻母，一路走来，她都在用笑容面对所有艰辛。温暖的笑容几乎成为了他特有的符号。我小时候有一个充满妈妈微笑的童年，我想我一定会找到他的。有请。大家好，欢迎老师。好，你好，请坐。你今天来找什么人？我是来找我的妈妈的，因为我离开家已经三十年左右了，这些年来就是靠着妈妈的微笑的记忆活下来的。妈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？我对爸爸妈妈的印象只有两段记忆。第一段就是爸爸妈妈带我去电影院看电影，然后还有一段就是爸爸妈妈带我去游泳。因为那个时候爸爸经常在外面打工，然后就妈妈带我。妈妈是一个很爱笑的人，特别的温暖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邻居家玩，就捉迷藏，然后呢妈妈就去叫我回家吃饭，很多小朋友也在那里玩，然后其他的小朋友都是妈妈揪着耳朵然后回去吃饭的。当时我妈妈跟我笑着说，孩子回家吃饭了。看到妈妈那种慈祥的面容，然后呵护的那种微笑，特别的温馨。还记得当时跟家里是怎么分开的吗？我记得当时我跟妈妈一起去赶集，就买了一个西瓜，然后切成一牙一牙的，然后就坐在那里跟妈妈吃起来了。当我很开心地吃着西瓜的时候，突然找不到妈妈了，然后我就到处叫妈妈妈妈。刚好有一个叔叔过来，他说小朋友，你是在找你妈妈吗？我说是啊。他说我认识你妈妈，然后我带你去找妈妈。然后我就跟着他走，大概走了二十几分钟，我就觉得不对劲。我说找我妈妈怎么走那么远？我当时就哇哇大哭嘛。我说叔叔，我要找我妈妈，我说你带我去找我妈妈。然后他就说你再哭，然后我就从这个轨道上面把你扔到下面去。他吓着了，吓着了，然后浑身抖得不敢说话了。再后来我不知道是被他打晕了还是哭睡着了，
当我醒来的时候，就在人贩子的姐姐家。我记得在那一家住了大概10天左右，就把我转运到河南，啊，就把我卖到我现在养父家。我去他家的时候，一直是跟那个奶奶住在一起的。然后我记得有一年的冬天是很冷很冷的，然后我不知道奶奶说了一句什么，就因为一点小事我跟她犟嘴了嘛，犟嘴了，她就说那你晚上就睡牛棚里面嘛，躺到里面根本都不是人躺的地方，牛屎还有老鼠什么都有，一夜都没有睡着觉，浑身的颤抖冷。当早上我那个养父看到我就是已经冻僵了，不会说话了，把我抱在床上。再有第二次的时候，奶奶骂我，她说你再不听话，晚上还让你睡牛棚里面。我当时就感觉咯噔了一下，我就赶紧哄我奶奶，我说奶奶你别生气了，我说我不跟你犟嘴了，我说你晚上让我睡床上吧。我就喜盈盈的端了一盆洗脚水，然后端过来，然后给他搬了一个凳子让他坐在那里。我说奶奶你洗一下脚，然后还要摸着那水温，我说奶奶水温烫不到。当时我奶奶看着就是那个脸上表情就是没那么生气了，我说奶奶你晚上让我上床上睡吧，我不想睡在牛棚里了。我奶奶她也没有说话。晚上吃完饭之后，我就赶紧脱完衣服钻到被窝里面，当我蒙着头在被窝里哭了好久，我在想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，女儿好想你们，为什么不来接我。这一个家庭是三个大人，是三个不同的性格。因为我奶奶是那种喜欢骂人的，就是说你一句说不好他就会骂你的，就是骂得很难听的。我妈妈她是个精神病，她是不正常的，她说发脾气就发脾气。我爸爸是脾气很暴躁的那种，只要点一点点火他马上就燃起来那种。面对三种不同的个性，那个曾经沐浴在妈妈温暖笑容中的张慧，只能把笑容当作保护自己的手段，去柔软养父养母和奶奶的心灵。那你是觉得你真的是笑吗？还是在惨泪？皮笑肉不笑，从来没有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笑的，就是讨好他们。对，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，我一定要好好读书。可能我在这里我爸爸妈妈找不到我，但是等我读书读好了，我有本事了，然后我挣钱了，我去找他们。后来上学了吗？上了，我记得是上5年级的第二个学期的时候，刚好有一天我是在院子里弄那个柴火，我养父就过来跟我说了一句话，说读完这个学期你就不要读了。我说为什么不让我读？他说不让你读，读就是不让你读，别问为什么。我说我又不是学习成绩差，我学习那么好，为什么不让我读？我说求求你爸，你让我上学吧，我说你让我读书，我想读书。其实是上学是我唯一的梦想，因为我那时候我就想着我读的书多，然后出来才能知道了解更多的细心，找到父母的机会却就越大。当我梦想碎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一无所有了。过了2-3个月的时候，我们家建房子，快建完的时候，邻居叔叔嘛，帮我们家那个窗户刷漆，然后我就给他拿那个盒子给他滴那个漆。当他刷一半的时候，他就不刷了，然后他就跑下来，双手堵着我，他说我喜欢你什么什么的，然后我就很害怕，但是我还是脑子里那一刹那就清醒，我说叔叔好，那我说我去关门。然后我就想着办法要逃，对不对？他就说，他说你不准关门，你关门的话你就会跑的。然后我就说叔叔，我一个小女孩，我怎么能跑得掉？他说那好吧，他就把手松开了，然后就慢慢慢慢走到那个门口。我打开门，然后一溜烟
一口气跑到我四叔家里。我养父回来的时候，我就跟我爸爸说，叔叔在我们家刷漆的时候要对我不轨。我爸当时就说，他有没有对你就萎缩成的意思？我说没有，我说还好我聪明就挣脱了。他当时就说没有出事就好，就是很平淡的轻描淡写的而过。我当时就很崩溃，我说这要是我的亲生父母，他会不会拿着刀上他家砍他，这样对待他的女儿？我当时对我的父亲是特别的绝望，我说这个家我真的都不想待了，我厌倦那个地方，我讨厌那里的人，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是坏人，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保护我。第二天我借了200块钱，然后就跑到深圳去了。那个时候多大？差不多那个时候是15岁了。然后在那厂里面是做那个手工花，后来就认识我老公嘛，然后就跟他结婚了。然后现在几个孩子？现在有2个孩子，一个女儿，一个儿子。有我女儿的时候是我人生第一次发自内心的笑，我想让她发自内心的开心，然后发自内心的高兴。我那一年的话就是一年打了3份工。如果之前是用努力二字来形容张慧的工作状态的话，而在有了孩子之后，张慧的工作状态就只能用拼命2个字来形容。清晨5点，张慧就要出发去别人的档口打工。上午10点，档口关闭后，张慧要立刻赶往自己的服装摊经营自己的生意。一天中能休息的时间只有下午4点到6点这2个小时。从晚上6点到10点，张慧还要在火车站前的餐厅做收银员。如今张慧的大女儿已经14岁了，张慧这种近乎极端的工作状态就一直持续了14年。我结婚了，我不想因为就是我的自己的事来影响整个家庭，然后不想让这样的家散了，我就想着自己一边能把家经营好，在不耽误的情况下我还可以找爸爸妈妈。那什么时候开始找的爸爸妈妈？我也不停地在找，细心太少了，根本都没法找。如果找着妈妈爸爸，想对爸爸妈妈说什么？我想对爸爸妈妈说，我好想你们，然后妈妈是你的微笑一直支撑着我走到今天。我想对妈妈说，妈妈你再抱我一下，我好想你，我想让你再对我笑一次。相信今天你也一定有一个好运气，让我们祝福好吧。谢谢。好，请走到舞台中央，来看看苏东是怎样为你进行寻找的。有请苏东。张慧你好，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。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，你登记的寻人求助我们接收到了，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整理相关的资料，展开寻找。那根据你的记忆啊，你记得你大概是在1988年的时候6岁左右被拐的。你记得你的爸爸的名字叫做张文庆，但是妈妈的名字已经记不太清楚了。另外你还告诉我们说，你的家乡可能是在陕西省汉中市或者是陕西省安康市石泉县。那么根据你提供的以上信息呢，我们是把寻人的范围主要锁定在了陕西省。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警方以及志愿者朋友，帮助你一起展开寻找。接到你的求助后，我们立刻和你取得了联系。除了登记信息外，你还记得家门口有一个涵洞，涵洞上面有火车轨道。得到这些补充信息后，我们立刻在陕西省各大网站上进行发布寻人帖。随后有志愿者提供信息，在安康市汉滨区有一个横口涵洞，和你记忆中的涵洞十分相似。在附近我们找到了一个叫张文庆的人，但是这家人并没有丢失孩子的经历。根据你提供的信息，我们在汉中市和安康市进行了大量的走访调查，
通过走访调查，我们发现在我们城谷县河坎村下边有一个涵洞，上边是一条铁路。随后我们在河坎村向当地村民进行走访，当地村民反映有一个叫张文清的人曾经丢失过一个女孩，这和你记忆中的信息基本吻合。随即我们对张文清进行了血样采集，并和你的血样进行比对，希望能给你带来你想要的结果。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。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找到我的爸爸妈妈。我想告诉妈妈，一直是你的微笑支撑着我一路走下去的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为缘寻找，为爱坚守，请开门。